现在带来我们的第一首歌《千秋月别西楚江》。
请出我的一位搭档，要与我合作一首歌。那我们有请焕儿，为我们一起带来《七叔》。嗨，大家好！虽然今天天空不作美，但是小玄子很美，对不对？焕儿爷非常的帅气啊！今天感谢。今天呢，我和非常有幸和小玄子在阔别九年之后再次同台表演《七叔》，然后希望大家会在这个浪漫的雨天喜欢这首歌，谢谢大家。这个雨全点都不浪漫。要不你师傅也唱一首呗？我快行，别下了，真的别下了。王子什么最棒？
王子最棒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小玄子。好，我们舞台交给晃儿，我们待会儿再见，拜拜。好，好，感谢大家哈，今天非常开心来见到大家，虽然雨很大，但是我觉得大家的热情依然很高涨，对不对？对。好的，哦，一首《家人如梦》送给大家。是你曾将心事跟我讲，今晨先渡了鸳鸯，那将是渡人幻想，只是不见就是少年样。昨夜落雨才得透青山，往事忽而涟漪成花，三十三夜连成梦一场，像是你在浪迹卷石耳畔的天上。家人吟唱一首如梦令，令我思绪如慵懒，你我而今各在谁一方，唯恐相见泪两双。今夜一张相思满惆怅，红烛花泪映透西窗，只是少了你双手捧在身旁。这首歌你们会唱吗？好，会的话我们第二段可不可以一起唱？我要听到你们合唱好吗？晚上回家记得泡泡脚，喝个感冒药。对，
好的，非常感谢华。